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 有朋友想看一下我的无花果，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过我的无花果今年呢没什么可看的，因为果实呢寥寥无几。这个呢看起来呢基本上可以摘了，这里呢还有两个，这儿呢还有一个青的，这个能看到的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这么几个。所以的话呢，我说今年呢没什么可看的。我现在呢给你看一下它的全貌。今年早春的话呢，我把它地栽在这个位置了，这个老树干的旁边。那我本来想着呢，是这个老树干它倒了以后，它将来没有了以后，这有一个很广阔的地方呢就给这个无花果生长，而且呢这个地方的光照呢很好。这颗无花果到我手上呢现在是第四年，但是它的经历呢很坎坷，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呢是地栽的，地栽在半阴的位置，完全呢没有结果子，因为多伦多的冬天呢很冷。会把地表以上的枝条呢全部冻死，然后到了春天呢从下面发芽，发芽之后呢长大再长果子的时候呢已经是比较晚了，所以呢到秋天的时候呢果实成熟不了，长得很好，但是呢吃不到果子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去年呢就把它盆栽了，盆栽以后呢我冬天把它挪到车库里，春天一来果子马上就有了，就开始长大。去年呢有长了两茬果子，第一茬的收成呢在八月前，第二茬的收成呢在九月中。那前提呢是它的枝条呢不要被冻死，在它原有的枝条上呢结果。那今年早春呢我本来是想给它换个盆，结果呢太难了，因为盆里面呢全部长满了根，完全没有土了。总之我觉着非常难，因为它很大颗，根很多，所以的话呢我就决定把它重新地栽了。它结不结果子呢对我来说呢已经不重要了，如果结果当然最好，但是的话呢能减少我的劳力呢我觉着更为重要。今年四月初搬出来的时候呢，树上看起来呢还是有不少小果子的，但是我把它一折腾一修根又挪地方，结果就都掉了。那后来呢又长了这么几个，但是经过这一夏天的生长呢，我觉着它会比以前呢壮一些大一些，希望今年过冬呢会比较容易一些，不至于呢地面以上全部冻死。当然了和天气情况呢也有关，去年呢就是一个暖冬，绣球花呢就长得非常好。假如无花果是地栽的话，去年我觉着上面的枝条呢也不一定会冻死。但是暖冬呢也有暖冬的坏处，今年的虫子呢就格外多。不管怎么说吧，相比四年前它出到我手的时候呢明显是大了很多，希望它的抗寒性呢也比之前更好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明年的情形呢会如何。谢谢。